三个三号，来挂分。八点啊。来，你先不要来，你家来，再过来。十片的、啊。鳕鱼四片。不是不是，那不是鳕，那是龙鳕鱼。哦，啊，骨头两片，鲑鱼两片，鳕鱼两片，刚好十片。来，1000块来。来，弄过来，我钱弄我一个，没带。来，有买平板的来。这样多啊，十片，这样哪边不？对啊，没啥需要啊，没啥需要，我来，谁的？来，一千的写的。再来，我今麦那边一块。这是什么？包里的对，啊，不然就被放在包里的对。那我来蛋姐啊。
来，有带地的麻烦一下哈。还能不能？会几百咯？啊，过两箱哦，啊，够十只。等了哦。好玩哦。来，谢谢你。大家好，等一下哈。也必须大补，你这个储备呀，你拢先取出来，来带地的。五个，五个，五个。哦，我要要等你啊，我。我来，我有些我未听判就是安尼啦，我大家要等你我。标志就算啦，哎呦，我搞要接等你。来过来过来。很了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谢谢大哥。哇，来阿家帅哥来给的。阿姐大哥，这是阿妈，很重，谢谢你。那酒文酒量多少包？来，上海北边的快递员，来大哥来，我阿五给着，阿五一千块代币的拢给着没？哎，有代币的爱给出来给给物件啊。有拿代币的，有拿哎，一个我同学，伊招一个给我，对，一个带带起来，一包我留起。我叫妹妹迄个，伊妈妈，我叫妹妹迄个。哎，阿弟阿妹，个两包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两包过来。我干嘛呀？这两包没带啊，五个只，一千块。给妹妹刷好了。你要什么？你要拿钱啊！你拿钱。我就两个而已，要拿出来。对，关配有啊，这三百几箱。等一下，我如果过的话，再听。谁要干杯？干杯还有吗？不好意思，二十箱全部售完。好、哦，来，大哥一边。我今天搞了五箱，比较哦，目标啊。我要干杯啊！有没有杯啊？去输赢啊！干杯啊！有没有干杯？我刚才就说要很多，有的那个。那怎么样？来看我。我比基尼，我安杯啊！等一下，不要说钱，辉哥。朱雪啊，你那用的就先不动嘞。不好意思，最后五箱了，一个人一份就好了，两百过来的。一个。两百的，给他挨边两百，给他挨边两百。里面有花枝肉，煎一煎就好吃了。煎一煎就好吃的。煎一煎两百，煎两三三还好，你不来外面贵点而已嘛，所以你不敢担心嘛哦。那给你这里面，我来回去买青椒肉酱，煎一煎就好吃的，两百。感谢大哥。五个。不要等啊，真的会很便宜给你们的哈。对啊，把冰块处理。哎，够两个冰盘不给带电吗？啊！啊是啊，把冰。一个加多两包一把冰，很快配咖啡饮料一把冰。等我一下，帅哥，你请坐一下。你为什么要乱跑？他包一粒皮，皮包一片一把冰，一片嘛哈。大包包的，还有吗？送的，对啦。我南米啊，最近卖高工薪几位？五个吗？不是十片给你哦，不是十片哦，十二片、十三片、十四片、十五片。大磊，我请郑国良说。大磊，下几位？七个。来高阳，大磊。我说几片了？十五片。十五片的吗？等一下，我要算一算，有过我再说，有过我再说。我问你啊，我海港公司五片工给收进了，三几个？不是七个嘞？七个了吗？来，原买花枝牌的，麻烦举个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请教七个呢？啊，我不好意思。你这边开一个，明仔载就可以。来，我爱生花有搞无？我这个收啊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赶紧查嘛，真正无好。七个啊，
哎，阿德哥有两百五十八。八个。一百两百。八个。九个。哎，我可以说十二个。这样呢？可以放这个吗？这个多少？好了。不要说了，谢谢你们。没关系，给他，给他。其实呢，不要，你不要下次不要随便离开你的座位，可以吗？来，你那边站边，站爷那边，他们几百拢陪我。来，优大阿三公要吃鱼肚的啊。鲑鱼头毛人叫我吃，鲑鱼头毛人叫我吃。来，白带鱼，要不要的？不高吧，对吧？现拿了给你了，不用等了哈，不用五百了。那奖杯团真正的好吃，桂林西亚一模一样，卖块公一这样用的，一顿把这两个啊，我汤面带没我吧，三百块都很贵啊哈，来带鱼三百块了，现拿了，不用等了，我现拿给你们的哈，来三百块来，对不对？没，没啥你呀，不能讲带鱼吧。随便一大哥回来，青菜一碟，来青白菜啦，青菜一碟。来，我青白菜。还没有？哎呦，你拢不提我，你是几多的？一百啦，三百吗？三百吗？四碟就一百啊，对。你是有在做安排无？啊？贵你啊！我是讲三百对啊，我嘛讲十三百。大哥，你吃多少？但是咱别做笑话了，就这个。三个。我就要吃七块啦，吃吃八块，我哩真是也欢喜哦，一顿爱吃两块，安尼较拄啊好啦。八块，来来来，不是五百，三百块尔，今日还袂买，赶紧提钱哈。三百哦。来，三百块来带鱼来，三百块很漂亮，我很厚哦。什么？很厚，真的很厚，来三百。老虎狼，带鱼三百块，谁还没有买到的带鱼？来三百，喂，快紧点，带鱼三百块，弄完了。这个比较稳，看一下。小卷。还有帝王蟹，啊，第二个来。帝王蟹。然后包括布偶，我这边。来。来，后面有东西吗？订单后面有东西吗？好呀，我等了。来，要吃蛤蟆，多几包。我加个五的。二十地啦！对啊，安尼对啊，你两个不是在上班啊？你两个，累了。上午应该在队，这两个拢在队。我有回家。要吃蛤蟆两，买两包啊，飞机大包了，换包蛤蟆。好来，一百块了。来，哎，几只啊？七个吗？蛤蟆哦。外面蛤蟆哦。十二个，大哥，你们都想要下班了是不是？对，十二个。每个人都在做的吗？有啊，一百块买五个呀。来，我给你喊嘛，你搞多少包起来？不是一包五个呀，足多的啦，来。啊，你搁有三盒花没给你换哦？那我的那个干贝三盒要给我吗？三盒干贝啊。这三盒要收清了。我一定会卖你们三，你。你还有一个，来一个我再找，来别抢我的帝王蟹啊！我先来的，我没有乱来哦，我不会花。去帝王蟹去加那边两千多一样。这不是世界吃蟹呢？我买世界吃的就好笑啊，很斤的，两公斤的，两斤的超过两斤的。来，想吃帝王蟹的人，有几只都给我请上来吧。帝王蟹。哪里啊？帝王蟹，你喜欢用味？你要走路了，好不好？不许跑的，谢谢你啊。哇塞！来，一个六个客人啊，只有六位啊，各位把握一下啊。真正拢袂细只啊！我唔敢讲做大只，但是安尼只拄啊好只，这样子大的刚好吃。好，等一下，来结账。大款了啊！
我们昨天就一个福利标了，今天再来一个。无啦，我看五千哦，足济人开的啦，但是绝对有人计得啦。你只来三千多。三千哦。六个而已。三千。你不是讲要包你啊，朱秀。好。三千无人用钱哦。就一个较敢的小妹，较敢的，较敢的。小龙虾够几块啊？再我一个。我提三块了。三千，赶紧提钱，会让你欢喜一年。你看你过年吃得爽快，我痛风锅啦，所谓的痛风锅。啊，你不是有一盒？来，有没有人喜欢这一盘的？当然不是这两样而已啊。来，三千。三千哦。小球今仔较无，哈，拢无勇敢的人。你敢袂？你会惊袂？来钱哦。来钱。来钱。你等下久啊，我着你，我着你聚会啦。两位。两位俩。这盘是三千块哦，不是三万块哦。三千哦。哦，别拿下来，我不是小花枝哦。站起，你卖一楼啦，来啦，给拿下来啦，我列代志啦，我处理啦，都被我一算。三千块，三千哦。这太好啦，太好啦，你要拜拜去吃黑的都。爱傻傻的，你忙切切的，傻傻就切切拜会多歹。三千哦。爱傻白的。一家要五百块啊！两个，三个，只有六个，钱收到就不要收了，我会继续送。三个，还有三个哦。六一点，底下有吗？三千三。